过了看呢，还是台树立平东一样做副市嘅徐良雄，伊退休过后全心落神台挖土，让多年来以后挖土也过有成绩的，因台阿主体起嘅国际比赛有好成绩，硬是伊嘅话呢，也台平东太认可太赞人。护理人员退休的徐良雄，正式的法人办没多少年，不过已经对2005年开始连续3年的国际亚太水墨展览，得到游艇同铁游的奖项。其一创作题材有部分来自国内外的游览所见，有部分系环世时难忘的印象景致。爱环世时即几种感觉，有田园，还有那种流水，这种感觉我都开发出来。除了山水拍卖以外，徐良雄也甲意画古代四五图，其画的四五有各种无相同的风韵，本人看了相当的沉醉。他讲创作的过程如心停意照，故说当心灵沉浸的世界，笔下的世界如变得一切美好。那我沉浸在画里面呢，就一切忘我，心灵非常的美好，而且对各方面人际沟通也很好。徐良雄是屏东高速的妹子，又是做过医院的护理人员，基于爱上爱土和悲天善人的情怀，他在八八风灾过后建出了一幅画作义卖，所得的金额全部用来高速救灾，可见他画匠心又匠的高贵情操。下个新闻陈文林评。